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أفضل الصلاة وتم التسليم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ه ومن تبعهم بإحسان إلى يوم الدين، أما بعد. 各位教亲，感谢伟大的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又让年老年轻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可以再领斋月，蒙得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在斋月降下的特殊的慈悯和恩惠。那么由于斋月的重要和斋月对于每一个穆斯林教亲都是不可错失的一个获得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的慈悯、蒙得安拉赦宥饶恕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那么因此我们在每周晚上的主麻日的学习，从今天开始，那么每天晚上每周晚上的主麻日的学习将会改为对布哈里圣训的斋戒章的学习。那么这样的学习将会一直持续到斋月结束之后，我们再重新返回认主学的学习当中。因为大家身处斋月当中，那么学习斋戒的内容，包括斋戒的主命性、斋戒的要求、斋戒的高贵和各种各样应该掌握的与斋戒相关的教法和信仰上穆斯林应该有的态度，那么在斋戒当中学习这些知识更有它的特殊性，也符合斋戒的特定的时节和环节。那么相信教亲们在这段时间学习，在封着斋、开了斋以后，或者在斋戒当中，在人心得到净化之后学习斋戒的这些知识，那么相信大家也会记得更为牢固，真正的掌握伊斯兰的五大支柱，或者五大功修当中五大支柱当中的第四戒。那么正如安拉的使者（算拉诺斯）那么说：“布尼尔伊斯兰阿拉哈姆斯舍哈德提安拉伊拉伊拉拉，我安娜穆罕默德·拉苏里拉，我拉苏鲁拉维卡米萨拉，我伊塔伊扎卡，我苏米拉马达，哈吉尔贝提曼尼斯塔达伊勒伊萨比拉。”先知（算拉诺斯）算拉姆曾经说：“伊斯兰建立于五戒事物五大事项，作证除安拉之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然后履行拜功、完纳贴客和封拉马达的月的斋，同时有能力者完成主命的哈旨。那么，所以说这五戒主命，那么伊斯兰一个人要成为穆斯林，第一，他必须坚信这五戒事情是伊斯兰当中必不可少的，然后根据他的能力竭尽全力的去做到这五戒事情的要求。那么古兰经当中有关教法方面的很多的教导，围绕功修的都始终离不开这五戒功修的教导。有一个穆斯林一生当中最大的追求，对崇拜安拉苏巴哈诺塔拉行为上的崇拜，也就有了信仰之后，如果穆斯林要把信仰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用行动来崇拜安拉苏巴哈诺塔拉，那么他最应该追求最大的目标莫过于完成念礼课斋，或者说礼拜、贴客、斋戒和朝觐这四戒主命。然而时代的灾难就在于，人们要么不重视信仰，更不重视伊斯兰的功修，要么重视功修，然而却只重视那些自以为是的功修。那么诸如大家喜欢的或者人们认为重要的，那么人们就会去坚持它；认为不重要的，或者与自己的利益或者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或者与自己的能力相矛盾的，那么人们往往不愿意去提及它，或者不愿意去遵循它。那么在这个时代当中，最被人们忽视的，那么一部分地区人们热爱拜功、谨守拜功，然而忽视其他的功修；一部分地区人们遵从其他的功修而又忽视了拜功。那么被人们忽视最严重的功修当中，在这个时代就有首先是哈旨。那么大多数有能力的人都没有完成这一主命，很多人的理由是在晚年之后再完成，或者年老之后，或者等能有空些的时候再完成这一届主命。那么假如你在
空穴来临之前去世了，或者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注定你的生命结束了，那么你没有完成安拉苏巴哈诺对你的主命，也就是你是一个伊斯兰残缺的人，伊斯兰信仰、伊斯兰公修残缺的人去见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正如先知桑达斯曾经说，谁若有能力而不去完成主命的朝觐，那么他是作为犹太徒、基督徒而死去。那么其次被人们忽略的最为严重的公修，那就是斋戒。那么往往斋戒人们只留其形式而不懂得其精髓，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每年斋月来临的时候，人们都知道斋月来临应该如何封斋，那么但是当人们封斋的时候，人们只知道封斋就是不吃与不饮，而忘记了斋戒教导人们的是什么。那么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生活非常宽裕，大多数地区的穆斯林生活都非常宽裕，人们也没有过多的劳动，除非少数的斋月遇到了农忙的时候，或许人们会感觉到干渴和饥饿的折磨，但是大多数时候斋月对人们，斋戒对人们已经起不到真正的考验了。因为人们生活的悠闲，每天封斋，斋月期间那么人们本来要做的事情都放下了，每天就是睡睡觉，等待着开斋，等待着封斋，那么这样一天清清闲闲的度过一天，所以人们感受不到饥饿干渴带来的疲劳，饥饿和干渴带来的煎熬。那么所以说，由此人们虽然保留着斋戒的形式，但是很少人会从斋戒当中真正的获得精神上的教育。那么所以说，斋戒它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也就是说，那的使者苏丹曾经说，谁若不放弃了恶言恶行，那么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不需要他放弃吃喝，也就是你吃与喝或者不吃与不喝对安拉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不让你吃喝的目的就告诉你，连正常的欲望都禁止了你，那非正常的欲望你更应该克制，就连正常的欲望，人生存的本能的欲望，安拉都不让你去进行了。那么连这些非正常的诽谤别人、背叛别人、伤害别人、说谎、造谣、侵吞他人财产、哈拉姆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你更应该去戒除才是。如果你连这些都非正常的欲望都戒除不了，那么你谈什么戒除正常的欲望？就你连这些非正常的哈拉姆的欲望你都不能克制，你克制正常的合法的这些欲望又有什么用处呢？那么所以说，人们很多时候只保留着斋戒的形式，而不知道斋戒的意义。所以人们在度过一个又一个斋月之后，没有让自己的精神真正得到熏陶，没有让自己的灵魂真正的得到净化，自己的信仰没有真正的提高，那么所以说这是公修当中存在的一个灾难。如果连主命当中、公修当中都如此，那么更不要说平时的复工的斋戒当中会怎样。然而斋戒它与其他的任何一种公修有着它无与伦比的高贵。正如安拉的使者桑达诺瓦曾经有人问他说，主的使者啊，你告诉我一个工作，一个相公，我可以借他而入乐园。安拉的使者桑达诺瓦阿里克比斯亚姆菲因那胡勒阿伊德勒拉胡，安拉的使者苏拉通说，你应该坚持封斋，因为封斋斋戒是无与伦比的公修，就没有任何公修可以跟斋戒相提并论。安拉的使者苏拉通曾经在接下来我们会学的事情当中说，先知苏拉通曾经说，安拉苏巴哈诺他说，我的仆人所做的一切的公修都归他所有，只有斋戒除外，他是独归我所专有的，我将亲自来报酬的。那么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仆人所做的一切功修，他的回赐都是可知的，有数量的，有价格的，然而只有斋戒除外，他的回赐是无限的，只有安拉苏巴哈诺知道他到底能得多少回赐。那么所以说，斋戒是一个非常伊斯兰当中非常高大、非常高尚也非常伟大的功修。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知道斋戒的意义，然后恪守斋戒者应该有的礼节，那么一个月的斋戒会让他真正的感受到信仰的甜美和让他亲近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那么他在这一个月当中会得到许许多多安拉苏巴哈诺瓦塔拉在平时没有的慈悯和没有的饶恕。那么所以说，所以穆斯林教亲们应该重视斋月的到来。那么斋月的到来，从两个方面去准备迎接斋月。一个方面，那么积极筹划好在斋月当中力所能及或者超过于平时的上供，也就是我平时疏忽了，没有把能读的古兰经读完，我平时疏忽了，没有把要理的复工拜理完，我平时疏忽了，没有做了很多我本来应该做也可以做的上供，那么斋月当中应该自己有一个计划，弥补自己平时当中对功修和对学习知识、对教门的怠慢。那么所以这是好的一方面，为斋月做的准备。
而另外一个方面，那么如果自己身上仍然有坏的习惯、坏的毛病，仍然罪恶累累的人们，那么这个时候斋月即将来临，另外一个准备就是虔诚向阿拉苏巴哈诺特的举意和忏悔，祈求阿拉借助着斋月斋戒高贵的功修的吉庆，使自己有坚定的信仰，克制这些非法的事物、非法的思想、非法的语言论、非法的行为，让自己在斋月当中真正得到阿拉苏巴哈诺的慈悯和饶恕。那么这就是先知桑拉拉姆在圣经当中曾经说，每当斋月来临时，召唤者就会召唤亚塞尔哈尔阿格比尔，说行善者啊，你们努力行善吧，作者啊，你们悬崖勒马吧。那么所以说，迎接斋月的人们，每个穆斯林在站在斋月的门槛时，那么他应该考虑的就是，第一，如何让善功变得更完美、更丰富、更多的纪念阿拉苏巴哈诺特拉，让平时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在斋月当中借着斋月的吉庆可以做到，如何让自己平时戒不掉的恶习借着斋月的吉庆可以戒除。那么如果没有这样准备的人，那么斋戒对于他无济于事。你说假若一个人没有这样的准备，他在斋月当中他的善功不会增加，他的罪恶不会减少，那么这样的人斋月对他无济于事。那么所以说，在斋月即将到来之初，那么尤其在现在社会的动荡和社会格局的变化，每个人人生的福祸朝夕都不能判断，有朝夕都不保。一个人或许在今天还是富有的人，而明天他就贫穷；或许一个人昨天还贫穷，而今天他又暴富。那么同样身体也是一样，或许一个人在这样的疾病蔓延、灾难横行的时代，一个人或许今天还健康体壮，然而明天突然就有医院的通知或者体检通知表就落到他头上，那么他或许只能活几天、几个月或者几十天。那么这样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或许因为现在的社会频频的灾难，或许有一个人有了今天就未必能有明天，一个人过了今年就未必再有下一年。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或许人们的生活比较稳定，然而在现在这个社会，疾病、灾难、各种各样的威胁，那么时刻会让人有福祸无法预料。有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遭到灾难，什么样的灾难，顷刻之间你会从一个健康的人而成为一个垂死的人，顷刻之间你会从一个富人而成为一个穷人。那么所以说，尤其现在社会的格局的变化，穆斯林更应该珍惜每一次有健康的信仰、有健康的身、正确的信仰、健康的身体度过的斋月。也就或许来年你只能拿出300块、500块钱度过斋月，而无能在礼拜，也无能在封斋。或许来年，那么不是人你来跟人们参加礼拜，而人们是在坟墓上探望你呢。或许来年，或许来年，很多很多原因会让人们意想不到。那么这个的话，这些许许多的这些突发的社会的变化或者周围环境的变化，威胁着每一个人。那么所以说，穆斯林更应该珍惜他所拥有的，他还有正确的信仰，还有健康的身体的时间。那么尤其是当这些高贵的时刻、高贵的功修到来的时候，更应该做好准备，让这一次成为自己得到阿拉苏巴哈诺的慈悯、蒙得阿拉赦宥的最好的机会。那么所以说，斋戒即将到来，每一个穆斯林教亲都以信仰和真诚的祈祷准备迎接好新的一个斋月。那么希望在这个斋月当中，那么也有更多的穆斯林教亲提高了信仰，得到阿拉苏巴哈诺的饶恕和蒙得阿拉苏巴哈诺的慈悯。那么这是第30章，伊玛目布哈里拉哈姆胡拉说，那么伊玛目布哈里他的布哈里圣训，他将斋戒章列在了朝觐章的后面，也就是他将斋戒章列在朝觐章的后面。那么按照他的排列，就是礼拜、天课、朝觐、斋戒。那么为什么他将斋戒章列在朝觐章的后面呢？因为这一段圣训说，布尼勒斯莱姆阿莱赫姆斯什哈德天拉伊拉黑纳拉，这一段圣训的最可靠的传述，那么是说伊斯兰建立于五大功修，坐镇传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礼前履行拜功，王纳贴克朝觐天房，封拉马段的月的斋。也就这个文字才是最可靠、传述最正确的文字。但另外的还有一种记载是斋月在前，朝觐在后。那么伊玛目布哈里拉哈姆拉，因为他遵循的是最可靠的圣训，他一贯的风格都是以最正确、最可靠的圣训为标准，那么所以他将朝觐篇、斋戒篇放在朝觐篇的后面来论述。那么说斋戒章，那么如果大家去回顾一下伊斯兰的五大功修，
那么他有的是纯粹的身体性的共修，有的是纯粹的财产性的共修，有的是财产和身体共同进行的共修。那么其中纯粹身体性的共修，坐证词是纯粹身体性的，礼拜是纯粹身体性的，斋戒是纯粹身体性的，而纯粹的财产性的共修只有贴课，财产与身体共同进行的共修那么是超级。所以在伊斯兰当中，哪怕一个人身体能力有限，财产有限，他同样可以完成大部分的伊斯兰的责任。也就是说，但是在这里安拉苏巴哈诺他为什么要让伊斯兰的功修这样丰富呢？有的表现人的慷慨财产，用财产来崇拜安拉，有的用身体来崇拜安拉，有着两者兼顾。那么因为人民当中有这样的人，你让他付出努力付出辛劳，他在所不辞，再怎么苦再怎么累他都毫无怨言。而你一旦让他出钱，那么不要说是为了自己，为了今世，即使为了安拉苏巴哈诺他了，他也一毛不拔。那么而有的人也反之，你让他出钱他慷慨解囊，若是让他来亲自来投身长寿崇拜安拉的辛苦和辛劳，那么他不愿意干。那么所以说安拉苏巴哈诺他了，人最爱的不外乎就是两样，一个是自己的生命，一个是自己的财产。自己的生命当然并不是，伊斯兰并不要你立刻就奉献出生命，而是将这些生命时间精力在 这些正义的善功当中慢慢的消耗，这本身一种生命的失去，生命的度过生命的方法。那么所以说一个人，有的人会爱财如命，有的人会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超过了一切。那么所以安拉苏巴哈诺他拉要让你做到的，通过这些功修让你锻炼出来的是把你的生命和财产放到对安拉苏巴哈诺崇拜之下。如果安拉需要我们用生命来崇拜，那我就用生命来崇拜；如果安拉需要我用财产来崇拜，那我就用财产来崇拜；如果安拉要求我用生命和财产共同崇拜他，我就拿出生命和财产共同崇拜他。也就是说不要用你的爱好和选择来崇拜安拉苏巴哈诺他了。那么所以说斋戒在伊斯兰的功修当中它有着它特殊的地位。那么伊曼布哈里拉哈姆胡拉说，第三十章斋戒章巴吉塔布斯亚姆，那么 Siyam 阿拉伯说 Som Siyam 这个词它的本意是指 Imsak， 本来是指克制的意思，它的原意是指克制，把某件事物克制住，把某种行为克制住，那么这种就叫 Siyam。 那么它引申为一种特定的功修叫斋戒。那么它的教法上的意义指的是从为了崇拜安拉，从黎明至黄昏戒绝吃饮和一切坏斋的事项。那么所以这个定义当中就告诉你，第一，为什么要斋戒？为了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的，没有这种目的斋戒无效，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第一就是为了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的了。第二，从黎明至黄昏，它的时间限度必须以这个时间内，那么你时间不到或者超过了时间都不是正确的斋戒。所以你从黎明至黄昏戒除克制吃喝和所有坏斋的事项。那么所以说这三件事情，就是这三个条件，崇拜安拉由黎明至黄昏，戒除用什么来崇拜，有的安拉苏巴哈诺他了，有的是要求你付出，有的崇拜要求你克制，有的崇拜要求你去做，有的崇拜要求你不做。那么这种时候不吃饭不喝水不做这些开斋的事情，就是崇拜安拉苏巴哈诺他了。也就不做这些正常的欲望，人之常情的欲望，就是对安拉苏巴哈诺的崇拜。那么斋戒真主苏巴哈诺说，第一节伊曼布哈里说，拉马旦的月斋戒的必定性，对拉马旦的月斋戒的主命性说的说，那么说安拉苏巴哈诺说，耶和华的阿们，库提巴雷库姆斯亚姆，卡玛库提巴的勒蒂纳明，卡布里库拉勒库塔特库，说归信的人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那么这里就告诉穆斯林们，安拉苏巴哈诺他已经将斋戒成为每一个有信仰的穆斯林的主命。那么斋戒的规定并不是伊斯兰最初始的主命，而是在安拉的使者说了迁徙麦地那的第二年才规定为主命的，也就麦加十三年没有斋戒这个功修，迁徙的第一年也没有斋戒这个功修，而是到第二年，也就是发生了巴德尔战役的那一年，那么才规定了斋戒这个功修。那么安拉的使者算了一生共封过九次斋月，安拉的使者算了一生共度过过九次斋月。那么斋戒最初规定的时候并不是一次规定为主命的，斋戒最初规定是人们自由选择。所以说古兰经当中，那么大家可以参阅这些古兰经对斋戒的规定有了很详细的记述，说
فمن كان منكم مريضا أو على سفر فعدة من أيام أخرى وعلى الذين يطيقونه فدية طعام مسكين. 那么这节古兰经阿拉斯巴哈呢，我他呢讲述了斋戒的规定的历程，在这里说。安拉斯巴哈呢，我他在这里说，信士们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那么紧接着下面的两节古兰经就描述了斋戒规定的历程。安拉斯巴哈呢接着说，故你们当斋戒有数的若干日，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当以所缺的日数补斋，难以斋戒者，那么大家注意这里的阿拉伯语原文，古兰经说安亚姆马杜代替方看的命库玛丽的那瓦拉塞弗的法律的那亚姆的话我阿拉拉的呢有对顾的我非得要通通阿姆 miskin。 那么这里说马杰老师的翻译把它翻译为说，难以斋戒者当纳法术，即以一餐饭施给一个平民，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报酬，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那么这个翻译的话是依照伊布尔安巴斯的阿曼安图阿曼图们他的古兰经经注翻译，那么所以说没有表现出斋戒历规定的历程的这个翻译，也就是说有这个注释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种翻译的话无法表现出古兰经斋戒规定的层次性。而这里它的原文更为可靠的古兰经或者更为贴近的原文应该是，你们中有害病或旅行的人，当以所缺的日数补斋，能够斋戒者，有能力封斋者，如不愿封斋当纳法术，而不是难以斋戒者当纳法术。那么所以说这里说的是，那么这个古兰经说的原文是这样，但伊布兰巴斯的德罗华呢，我们他自己说这个地方省略了一个否定词，说不能封斋者当纳法术，古兰经的原文说能封斋者当纳法术。那么如果你仔细来对比后面的经文，就会看出他指的就是能封斋者，能够封斋而不愿封斋者当纳法术，即一餐饭施给一个平民，自愿行善者必获更多的善报。也就是自愿行善，就是自己愿意封斋的人，而不选择法术的人将获更高的善报，斋戒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那就是说斋戒和法术之间，斋戒更好，如果你们知道的话。那么所以说这节经文它更准确的应该说它指的是，所以说斋戒的规定的历程，那么它首先是人们自由选择，就人们自己选择斋戒当中。所以说斋戒它有三个历程，第一，阿拉的使者算了，刚刚到麦地那的时候，他看到犹太人都在封阿舒拉日的斋，一历一月十号。那么这个是阿拉的使者算了，他们就问犹太人说，你们为何要封这一天的斋？犹太人说，这一天穆萨安拉斯巴哈呢拯救了穆萨和与穆萨一起信仰的这些人们，所以为了效法穆萨，感恩安拉的恩惠，我们封这一天的斋。这个时候安拉的使者算了，他们说，我们更应该，我是穆萨的兄弟，我更应该效法穆萨。于是他下令封阿舒拉日的斋。那么紧接着第二年拉马道的月的斋戒规定，那么规定的时候，首先规定的时候让人们自由选择，如果愿意封斋者封斋更好，有能力而不愿意封斋者，那么就选择法术。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么斋戒正式成为绝对的著名，有能力封斋者封斋，无能力封斋者才允许纳法术，就没有选择的余地。那么所以这是第三个历程。那么说归信的人民啊，斋戒已成为你们的定制，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那么所以在这里说，犹如他成为前人的定制一样，以便你们敬畏。那么阿拉苏巴哈诺特就在这里说，以便你们敬畏，就告诉人们规定斋戒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阿拉斯巴哈呢为什么要规定斋戒？那么规定斋戒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们获得健康的身体，不是为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人们得到如何调理身体、调节肠胃或者等等等等。那么所以说，所有的功修，伊斯兰当中，它的目的都不是为了让人类获得身体上的健康或者娱乐。那么也就是，当然每一件，所以大家记住一个原则：所有阿拉斯巴哈呢所命令的上功或者功修，他对人都是有益的。第一，对他的后世有益，信仰和后世；第二，在今世当中对他的身体和他的个人家庭都会有益。那么但是穆斯林封斋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获得今世的这个利益呢？
那么就像人们礼拜一样，人们也可以说礼拜，一个礼拜的人他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每天早睡早起，然后每天拜供的话，他本身就是一种对身体的活动的锻炼，身体经络的锻炼等等等等。那么小净本身一种清洁卫生。那么如此的话，那拜供如果以这个目的来论的话，那拜供跟一般的人们的体操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体操也同样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可是体操不能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特了，而拜功可以用来崇拜安拉苏巴哈诺特。那么所以说，所有的功修穆斯林做他的目的都是为了崇拜安拉。至于崇拜安拉给人们带来的在精神当中或者身体上的一些疲益，那是一定的，因为安拉不会命令人做有害的事情，安拉不会让人自取灭亡。安拉苏巴哈诺特给人规定的一切，第一目的为了让人们实现对他的崇拜，第二得到后世的安拉苏巴哈诺的慈悯和今世的慈悯，同时才会附带着有一些对人们有益的事情，但这个不是目的。那么所以说这节古兰经就明确地告诉人们斋戒的目的。所以说很多时候人们就把斋戒用来为了要说明伊斯兰跟现代的科学吻合，所以说伊斯兰规定了斋戒，你看斋戒它如何对人的身体有益，如何能够清理人的肠胃，如何能够降低血脂，如何能够预防高血压，如何能够预防糖尿病等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假如一个人怀着这样的心态来封斋，他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好，就但是为了保健为了养生我也来封斋，那么这样的话斋戒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也就是你是为了敬畏安拉服从安拉而封斋，而至于封斋同时在敬畏安拉和崇拜安拉之后带来的对你身体上的裨益，那么这些是随之而来的，不是你去故意的以目的去追求来的。那么所以说所有崇拜安拉的事情都是对人有益的，不论是人的身体精神信仰今生后世都对人有益，但是你的目的不能因此而改变。所以安拉苏巴哈诺规定的人们啊，斋戒也成为你们的定制，也就是他成为前人的定制，这样以便你们敬畏。也就是一个人真正的做到了封斋，他就实现了对安拉苏巴哈诺的敬畏了。而越是封斋戒封的越完美，他的敬畏也达到的越完美。一个人的封斋做不到封斋，他难以做到真正的敬畏。那么所以这就说明斋戒的目的和他的主命性。紧接着1891段，据特尔哈本·欧拜多拉传述，一个游牧人披头散发的来问真主的使者算了算了，真主的使者啊，请你告诉我真主给我规定了哪些拜功。使者算了算了说，五凡拜功，此外你还可以礼复功拜。他又问，请你告诉我真主给我规定了哪些斋戒。他又问安拉的使者桑拉拉说，拉马段的月的斋戒，此外你还可以封复公斋。他又问，请你告诉我真主给我规定了哪些贴客。真主的使者桑拉拉说，给他告诉了伊斯兰的各项教例。那人说，以优待你的真主起誓，我不做复公，也不会减少真主。使者算了他们说，若他言出必行，他必获得成功，或若他言出必行，他必进入乐园。那么安拉的使者算了那他们在这段声音当中就明确地讲述他回答这个披头散发的游牧人的问题。那么其中明确地指出，主命的斋戒只有拉马段的月，有了拉马段的月之后就再没有其他的主命的斋戒。如果一个人愿意封斋，那么他就可以封斋，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封斋，那么他同样可以开斋。那么所以说安拉的使者说，在这段经的原文当中说，当这个游牧人问他说，请你告诉我真主给我规定了哪些斋戒，使者说，拉马段的月的斋，此外你还可以封复公斋。但是在另外的在文字当中，阿拉伯语的原文的记述当中，安拉的使者算了是这样回答他的，说们沙阿法里亚苏姆我们沙阿。那么紧接着在后面说，如果说你还愿意，那么你就可以再封其他的复工斋。那么也就是说在这里的话，人们的主命斋是无从选择的，而复工斋是依据个人的意志而选择的。也说你愿意你就选择封斋，你不愿意你就不封斋，那么没有任何强行。所以这里的话就确定了拉马段的月的主命斋，而也仅只有拉马段的月的斋戒才能算为主命，其他的斋戒都不可算。那么所以这段时间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就回答了这个人。那么这个人说，说完之后他说，只以优待你的真主起誓，我不做复工，也不会减少真主所规定给我的主命。
也就是我不会增加，但是我一定要恪守真主苏巴哈努他的规定的主命。真主的使者说，若他言出必行，他必获得成功。那么也就说明，一个人要得到成功，一个人要获得乐园，最大的坦最大的途径，最好的途径就是完成安拉苏巴哈努他的主命。也就任何时候完成主命，就是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最好的途径。正如安拉的使者说，在正确的声音当中说，安拉苏巴哈努他说，我的仆人所做的一切善功当中，最令我喜欢的就是完成我所规定的主命。也就是说，任何功修，安拉苏巴哈努他既然把它规定为主命，那就说明他在安拉那里绝对有着其他功修不能相比的地位，所以才用这种方式来要求人们。那么所以说，任何时候人们要追求回报，要追求上功，最好的都是以完首先严格认真的完成安拉苏巴哈努的主命，这才是最好的功修。然而千万不要出于自己的私欲或者自己狭隘的理解，故此而失彼，做了很多副功，然而他的主命却没有完成，或者主命却被疏忽了。那么任何时候一个人只要，所以说现在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所以安拉的使者说，他们面对针对拜功，先知萨拉萨拉曾经告诉人们，如果一个人在夜间礼拜时，他若感觉困倦了，就让他去睡觉，就不要强迫着自己礼拜。那么第一，这样强迫自己礼拜，他不知道自己所念何物，或许他自己诅咒了自己。第二个原因，他这样强迫自己礼完了拜之后，那么往往会使他的主命拜没有办法认真按时的完成，反而会耽搁了他的主命。那么斋戒也是如此，萨拉的使者萨拉萨拉曾经禁止人们在伊历八月的后半月封斋，就是这几天，就禁止人们在这些地封斋，除非他是一个习惯封斋的人，或者说有妇女的斋戒还没有补完，必须要赶在拉马段的月之前把剩下的斋戒补完，否则不允许人们在这段时间内再封复工斋。因为如果你在这段时间内仍然封复工斋，那么会让自己很疲劳，而对斋戒产生厌倦，到拉马段的主命斋到来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办法认真的完成它，然后这个时候就顾此失彼，也就是得不偿失，你得到了一些复功的小东西，然而损失了主命上的重要的功修。那么也同样，很多拜功当中也是如此。那么很多教亲，比如说尤其在撇身当中，在现代社会当中，很多教亲因为赶不上顺奶了，干脆连主命拜也不理，或者因为顺奶觉得理着不方便，干脆连主命拜也不理，那么等等等等。所以说任何时候，你即使不能理复功或者不能理顺奶，你也一定要按时完成主命。也就是说，当我们不是鼓励大家，那大家都不用理复功拜，不用理顺奶了。也就是你千万不要因为不能理顺奶而把主命拜也就扔掉。也就是说，你再不行，你就把主命拜完成，完成你对阿拉苏巴哈努的。那么这里这个人说，真主给我规定了哪些功修？五凡拜功，此外你还可以理复功拜。而这个人说，我不做复功，也必不减少真主规定给我的主命。那么也就任何时候，主命它的必然性都是不容你选择的，任何一种功修都是这样。那么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复工要表现出自己的虔诚，而在复工做的疲劳之后，业倦了主命的功修，到最后主命的功修又无法完成，那么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一个聪明的穆斯林，学习知识的人，或者一个穆斯林，他应该懂得在功修当中什么是首当其冲的，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可以退一步，什么可做可不做，他一定要明白这些。否则的话，很多人就是做了可做可不做的，他把它奉为主命来做，而真正的主命却被他忽略了。那么1892段，据纳菲尔传述，伊布努乌麦尔拉德纳瓦努胡们说，先知萨拉东的原先在阿舒拉日封斋。那么阿舒拉日指的是伊历初十，伊历的一月十号，他还命令大家在这一天封斋。后来规定拉麦道呢月斋戒时，他放弃了这一天封斋。阿卜丹拉在这一天不封斋，除非这一天正好是他习惯封斋的日子。那么当然，对于阿舒拉日是否封斋也不封斋，后面还会有事情再讲到。那么这里只是说明，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首先刚到麦地那时封的斋是阿舒拉日的斋，这个时候他把这一天定为必定的斋戒。然后拉马拉呢月的斋有选择封斋与罚数之间，让人们选择，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无从选择，直接规定拉马拉呢月的斋为主命。那么这是第三个阶段，所以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得到了拉马拉呢月的主命之后，就放弃了阿舒拉日的斋为主命的习惯。1893段，据阿伊莎的《论华内》和传述，蒙昧时代，古来世人在阿舒拉日封斋，真主的使者算到那时也曾命令在这一天封斋。
直到真主规定拉玛拉的月斋戒后，真主的使者萨拉勒说，在阿舒拉日封斋与否各随其便，还是在讲述拉玛拉的月规定的历程。首先是阿舒拉，然后拉玛拉的月，而拉玛拉的月规定之后，阿舒拉日就成为自己选择的复工斋，你可封可不封，封者有封者的回赐，不封的人那么也不犯任何过错。紧接着第二节，那么伊玛目布哈雷拉姆拉用前面这一节讲述的是斋戒的必定性，尤其是主命拉玛拉的月斋戒的主命性。紧接着第二节说斋戒的优越，据阿布胡赖拉传述，真主的使者萨拉勒斯拉姆说，斋戒是一面盾牌，斋戒的人不许说丑话，不许做愚事，若有人想和他打架或吵骂时，他就连说两遍我是斋戒的人，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启示。斋戒之人口中的气味在真主看来甚似麝香，真主说他为我节食绝欲，斋戒是属于我的，我要以斋戒回报斋戒者，一戒善行十倍回赐。那么这段圣经的话讲述的是斋戒的高贵和优越。那么一个人在明白斋戒是主命之后，那么你应该明白这种主命它不是没有意义的，所有的主命它都一定有着其他的功修所没有的高贵性，就它正是因为它高贵到了极致，所以才把它规定为主命，而所有规定为主命的功修也一定有超过其他功修的优越性，它才成为主命。那么所以说这也正是告诉大家，如果你要追求回赐，那就例行完成主命，完成主命他既完成了你的义务，同时又得到了最高的回赐和最好的优越。那么所以说这里安拉的使者算到他们说，斋戒是一面盾牌，那么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两层意思，一种是斋戒它像盾牌一样保护着封斋的人，不要说出丑话，不要做出愚蠢的事情，不要去犯罪，就他跟斋戒的这面盾牌将斋戒者和罪恶之间隔绝了起来，也就一个人一旦封着斋，那么斋戒像盾牌一样妨碍着他，他就不会再去犯罪了，因为他顾及自己斋戒者的身份和自己的功修。那么这是第一。所以第二点，第二种说法是斋戒是一面盾牌，人们可以藉此来保护免遭毁的刑罚，也就两者都有这层意思。因为你一旦斋戒是盾牌保护你不犯罪之后，那同时也就保护你不要遭到阿拉斯巴哈的惩罚了，那么说两者意思都是相连的。所以说斋戒是一面盾牌，那么指的，所以说任何一种善功它的意义都有它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作用对人。但是斋戒的高贵之处就在于伊斯兰当中没有哪一种功修人可以持续数天一整天，可以持续一个月都处在这种功修当中。拜功你从入拜到出拜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或者几十分钟，那么贴课不过是你出贴课那一个是举意和那一个行为，贴课一出之后就结束了这个功修。朝觐不过是那几贴三五贴的时间，功课一完你的朝觐工作就完了。但是只有一种功修你会一直处在这种功修当中，那么你会从早在黎明的时候一直到黄昏的时候，你每一分每一秒自己的精神身体都处在这种功修当中，只有斋戒，这就是它的高贵之处。假若是想让一个人礼拜，让他从早礼到晚，他能不能做得到？不论是站着礼还是坐着礼，哪怕他礼复工拜，他绝对做不到从早礼到晚这样的礼拜礼一个月的时间，或者从天黑礼到天亮，他难以做到。但是斋戒呢，这种功修它同样是主命，可是却让人可以从黎明一直到傍晚都把自己的所有的精神和身体都用于崇拜阿拉斯巴哈的。那么他并没有让你做什么，没有让你像礼拜那样还要去站立要去辛劳，而仅仅是克制住你正常这些欲望，你就可以得到这些伟大的功修。那么所以说阿拉斯巴哈诺阿拉的使者说，斋戒是一面盾牌，斋戒的人拉亚尔福斯，这里说那么拉福斯指的是凯勒姆发海什，不要说脏话和丑话，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就斋戒的人拉亚尔福斯。那么拉福斯这个词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口头上说脏话下界卑贱的话，那么这个的话作为我们地方上的封斋的穆斯林教亲就要注意了，如果你封斋的人你认为你没有骂别人，你就自己骂给自己听脏话连篇，那么这样的人斋戒没有多大的意义，
安拉的使者圣道说，一个人封斋者如果不放弃他的恶言恶行，那安拉不需要他放弃吃喝。也就你不要说我没有去骂别人，你哪怕是自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乱骂，跟这种恶言恶行就不适合于一个封斋的人，不应该从一个封斋者的嘴里出来。那么所以说，当然这种行为在平时也同样是错误的，但是在斋戒当中，它不但是罪恶，它会破坏你的斋戒。那么就他，你就这个时候你主命的斋戒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很大的损失。那么这就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斋戒者在入斋时，他应该有两样决议：一样为自己的斋月当中的善行做好计划；第二样为了戒除自己身上的这些缺点、这些罪恶而做出努力、做好准备。那么说，第一 ，lafas， 第一指的是脏话、下流的话；第二指的是夫妻房事前的这些举动。那么比如说，就是夫妻房事之前，两个人夫妻的逗乐、相互的拥抱、亲吻等等。那么即使不行房事，这种房事前的取乐也同样是禁止的，因为它同样是一种欲望的宣泄方式。而斋戒的目的就是要阻止人，或者要让人克制正常的合法的欲望，以此来磨练自己。那么也就虽然你不能达到完全的宣泄，但是房事前的这些举动同样可以给人一些适当的一些欲望的发泄。那么这就是安拉的使者算算针对月经期间的妇女与丈夫之间的房事说，那么只要除了同房、除了性交之外，所有的一切都是合法的。那么就说明它同样是一种欲望的表达方式、欲望的排泄方式、宣泄方式。但是所以说斋戒者就不应该有这种行为。那么所以说 la yad fas 指的两层意思，语言上不要有低级下流的语言，行为上不，哪怕是房事之前的这些取乐也不可以有。那么紧接着说，不做愚事，不做愚蠢的事情，就是比如这些愚蠢的、犯罪的、错误的、丑陋的这些行为不要做。若有人想和他打架，吵骂时，如果有人要和他打架和吵骂，他本来可以跟对方争辩，就是我可以跟你讨论，可以跟你理论，你要吵可以跟你吵，但是由于他是封斋者，他就连说两遍我是斋戒的人，也就放弃了你本来有的权利。本来如果他冤枉你了，比如说或者与你吵骂，你也可以与他吵骂，只要你的吵骂的内容不是禁止的，也就你有你的权利去跟他争辩。但是这个时候由于你是斋戒者，你连你正当合法的，甚至作为有的时候作为一种上供的欲望你都放弃了，那更何况是这种权利呢？就他不适合一个斋戒者的身份的语言行为。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当他遇到吵骂的时候，他就说连说两遍我是斋戒的人，我是斋戒的人，第一提醒自己，那么我的克制不是因为我害怕你或者怎么样，而是我的克制因为斋戒者不应该做出与他身份不符合的事情。而再者是提醒对方，如果别人是已经不是斋戒者，你还要得寸进尺的话，不知收敛的话，那么或许你要遭到的就不是对方的回骂或者对方的争辩，而是安拉苏巴哈努的迁怒了。你说当那么吵骂的人听到对方说我是斋戒者，那么就应该适可而止，知道如果自己一再过分，那么一再伤害虔诚崇拜安拉苏巴哈努的人，那么或许安拉就会给你让你遭受你意想不到的惩罚了。紧接着先知说，以掌握我生命的真主启示，斋戒之人口中的气味在真主看来甚似麝香。那么也就这仅仅是斋戒之人口中的由于长时间不饮食而流出这口中这些异味，在安拉苏巴哈诺特来看来甚似麝香。那斋戒者为干渴饥饿克制着自己的正当的欲望，戒除自己的这些罪恶的言行所做的努力又会是什么呢？也如果仅仅是这种口中的气味都能达到这样的等级，那他为了干渴饥饿所做的忍耐，戒除自己的欲望所做出的努力，他戒除自己的这些罪恶所做出的努力又该得到多大的回报？所以说无以计数。那么这正是斋戒的高贵，就在于他不但是长时间的功修，而且他的一点细微的表征都能得到这么高的等级，那他许许多多的这些回报将得到多少？所以他到底能得多少回次无法计数，这就是斋戒的高贵之处。所以说真主苏巴哈努说，他为我节食绝欲，斋戒是属于我的，就他为了我戒除了他正当的饮食和欲望，斋戒是属于我的，
原则上来说，所有的功修都是属于安拉的。为什么安拉斯巴哈努说斋戒是专属于我，礼拜也是属于安拉，贴课也是属于安拉？但是为什么斋戒是属于我的呢？这里安拉斯巴哈努要说明的，第一，斋戒的回撤只有安拉斯巴哈努知道，他到底一个斋戒者能得多少回撤，每一天斋，只有安拉斯巴哈努和他俩知道。第一，第二，他要说明的是，斋戒这种功修是一种几乎完全戒除了名利的功修。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只要他不愿意说，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奉着斋，尤其是复供斋。那么比如说大家同样在一起生活的人，任何人都不知道谁奉斋谁没有奉斋，他不像别的公益项，他有外在的表现形式，斋戒没有，所以他是只有安拉知道你是奉斋还是不奉斋，你是而且那么如果是主命斋而言，谁有没有违抗安拉偷偷的开斋或者还是没有开斋，只有安拉知道。所以说那么只有安拉单独知道，独一的安拉知道谁封了斋谁没有封斋，谁真正的完成了斋戒而谁在中途开了斋，任何人都不知道。他不像拜功，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一起礼拜有个人退出了，那大家都知道了。一个富有的人今天没抽贴课大家都知道，一个人有没有抽哈值大家都知道。但是斋戒呢，我们俩一起吃饭了，可是你没有封斋，中午你又去开斋了，谁知道呢？就只有安拉苏巴哈努特勒知道一个人是否封斋，一个人是否完美了他的斋戒。所以这种斋戒是专属于安拉苏巴，一个人也只有专门为了安拉，只为安拉的时候他才会守得住斋戒，否则的话无人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吃喝。为什么不吃喝呢？就只因为他知道安拉苏巴哈努在监察他，所以这个时候斋戒的意义就更加伟大了。那么是安拉的使者说，安拉苏巴哈努斋戒是专属于我的，我要即斋戒回报斋戒者。那么所以说斋戒它是一件隐秘的功修，其中没有任何名利。曾经在伊斯兰的前辈人在麦地那，我们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这样一个人，真实的，就在这个时代稍微早一些，几十年前。那么曾经有一个人，他在圣寺旁边开了一间铺子，他十几年连续封斋，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封斋，他十几年坚持隔天封斋，他的妻子与他生活的一起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封了十几年的斋。他每天去礼早拜的时候，他早一些出去，然后在外面吃一点封斋餐，然后他就在外面礼拜，中午回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这样经常在外面，因为他在圣寺旁边有一间铺子，有一间商店，然后他每天就去礼完拜就去商店营业，然后中午稍微回来或者不回来，然后一直到晚饭的时候在外面开完斋，或者说晚饭礼完虎符汤，因为阿拉伯人是礼完虎符汤才吃晚饭的，那么他上午都是随便开点斋，然后李王府他回来跟家人一起吃晚饭。十几年的时间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封斋，也就是斋戒这种功修他的高贵就在于，他如果一旦这一个人真成为安拉而封斋，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封斋，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封了斋的人是否偷偷的开了斋。所以他的高贵就是在一个人没有真正的虔诚为安拉苏巴哈努我他来的这种敬意，没有真正的以安拉为目标，为追求安拉的喜悦，敬畏安拉的话，一个人不会去封斋，也没有人坚持得了斋戒。那么所以说这就是说斋戒是属于我的，安拉苏巴哈这句话就是，如果你这样去想斋戒它的特殊性，那么就明确了为什么它是属于安拉的，就更加清楚了。所以说这个是安拉苏巴哈说我要即斋戒回报斋戒者，那么所有的上一个安拉都有回报他，但是斋戒不一样，它跟一般的功修不同，所以说一戒上行十倍回赐。那么斋戒者 一天当中要做多少件善行？只要他封着斋，他每呼一口气每吸一口气，他都等于在崇拜安拉苏巴哈努了，因为他这个时候他仍然在克制自己的欲望，他仍然在克制着自己的饮食，他仍然在克制着不要犯罪，所以哪怕是他正常的就坐在这里休息，他同样也有在崇拜安拉苏巴哈努的意义存在。那么所以说就是斋戒的高贵之处。那么说一戒善行十倍回赐，而一天的斋戒一个月的斋戒它有无以计数的善行，一个人能在一天当中做出多少善行很难很难计数。那么这正是斋戒的高贵之处。紧接着安拉的使者说的伊曼穆哈里紧接着第三节说，斋戒是一种法术，也就是斋戒它不但是一种高贵的善功，同时它不但能让你获得无与伦比的回赐，它还能够罚赎你过去的罪恶，就人们身上的罪恶还会因为斋戒这种善功而得到饶恕。那么这样我们说一个穆斯林一生的人生追求就是两样东西，他信仰安拉崇拜安拉所做的一切努力，第一自己的善行得到回报，第二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如果一个人光是善行得到了回报，他的罪恶不能蒙得饶恕，他也无法成功，
因为人永远罪恶多于善行。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罪恶得到饶恕了，可他的善行没有得到阿拉斯巴哈的回报，没有得到接受，那他一无所有，在后世他拿什么进上乐园？所以一个穆斯林不管他人生信仰做什么努力，他的最终的目标就是两样，一个就是得到阿拉斯巴哈的接受他的功修，从而喜悦他，一个饶恕他的罪恶。那么所以这正是古兰经说قل إن كنتم تحبون الله فاتبعوني يحببكم الله ويغفر لكم ذنوبكم والله غفور رحيم. 说你说穆圣，如果你们喜爱安拉，那你们就服从我，安拉就会喜爱你们，并且饶恕你们的罪过。那就一个穆斯林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得到安拉的喜悦，得到安拉的喜悦就是证明安拉接受了你的功修，你欲做出了令安拉喜欢的事情，你做出了很多努力，你的信仰你的行为让安拉满意了，安拉喜欢你了，那么喜欢就证明你的功修被接受了，也就然后安拉再饶恕你的罪恶，这才是一个人一生的追求。而斋戒就让能让人获得这两样功修，同时两样目标同时实现，它既能让你得到无与伦比的回赐，又能让你得到自己的罪恶得到饶恕。所以阿拉的使者苏拉在这里说，由阿布外传自回利法拉德曼华安努，传自欧玛拉德曼华安努说，谁还记得先知针对 fitna 就考验和灾难所说的圣训？回利法说，我曾听先知说，一个人为其家属财产和邻居而遭受的灾难，只有礼拜封斋和施祭能消除它。欧玛拉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像海浪般汹涌的灾难。回答一番说，他前面有一道关闭的门。乌马鲁说，此门被敲开还是被破开？回答一番说，被破开。乌马鲁说，此门不再关闭直到试尽。我对马斯鲁克说，你去问回答一番，乌马鲁是否知道那门指的是什么？马斯鲁克去问回答一番说，知道，如同他知道明天还有今夜一样。那么这里说的说这段事情说斋戒是一种法术，指的说一个人为其家属财产和邻居而遭受的灾难，指的是什么呢？就一个人为了他的家属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追求财富，为了与邻居相处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犯下的这些对自己有害的这些罪恶，就为了养家糊口他犯罪了，这对他来说是一种灾难。为了谋求财富他或许有一些罪恶，这也是一种灾难。为了与邻居相处或者邻居的相互来往奉承等等等等，他也犯了一些罪恶，这对他也是一种灾难。那么只有礼拜封斋和施祭能消除他，也就一个人一生要面对的最近的就是家属财产邻居这些人。那么每一项当中人都会不停地在犯罪，而消除这些罪恶的是什么呢？就是平时的礼拜封斋和诗句能消除这些罪恶。那么当然这段事情当中欧玛尔说他指的不是这个，他指的是汹涌的这些罪恶，那么这些灾难就是如波涛般无法抵御的。那么指的是乌斯曼的去世，就是乌斯曼的就是这一道灾难的大门。乌斯曼活着的时候伊斯兰就没有出现灾难，乌斯曼的去世被杀害，那么就是人们就破开了这一道灾难的大门，从此伊斯兰的灾难就永无宁日，直到现在，直到世界末日。那么我们在认主学的课上讲过，这个灾难一旦被大门一旦被打开，将永远不会停止，直到世尽之日。那么指的就是奥斯曼。那么所以说这就说在穆斯林的另外一个传述，另外一段经文传自阿布胡拉拉说，阿斯拉瓦图尔哈姆斯瓦拉马丹伊拉拉马丹穆卡菲拉图尼玛贝内胡纳麦吉图尼巴蒂尔卡巴伊尔。那么穆斯林传自阿布胡赖的圣训说，安拉的使者圣人说，五凡拜与五凡拜之间，一个拉玛段到一个拉玛段之间，能够罚除其间的罪恶，只要一个人没有犯大罪，也就只要一个人没有故意的去犯一些大罪，饮酒赌博杀人性命接引欺骗等等这些大罪的话，那么五凡拜和拉玛段到下一个拉玛段这些过程这些功修就会罚除一个人的这些罪恶。那么也同样穆斯林传在阿布胡赖说 إِنَّ صِيَامَ عَرَفَ يَكُفُّ سَنَتَيْنِ وَصِيَامَ عَاشُرَى يُكَفِّرُ سَنَتَيْنِ وَصِيَامَ عَاشُرَى يُكَفِّرُ سَنَةً。 安拉的使者算了曾经说，阿拉法日的封斋可以罚除两年的罪恶，阿舒拉日的封斋可以罚除一年的罪恶，这都是复工斋。
我们说过，主命斋跟副正副斋永远无法相提并论，任何副功都无法跟主命相提并论。如果一天副功斋能够罚除两年的罪恶，一年的罪恶，那一天主命斋将会如何？他再高贵，阿拉也没有将他定为主命斋，就说明他始终达不到主命斋的高贵。你不封阿拉法日的斋，阿拉斯巴哈诺不惩罚你；你不封阿苏拉的斋，不惩罚你。假如你不封拉马诺的一天的斋，故意丢偏，你永世封斋，你都无法弥补。而且你要因之受罚，所以说阿拉斯巴哈诺他将主命斋的规定，这副功斋都能得到如此的厚报，那一天主命斋将会如何？如果一个人连封30天，他将能得到什么？他整年的罪恶都将会被消除。像前面段圣训，只要他没有在期间犯了大的罪恶，那么所以说斋戒的话，他不但让人得到无与伦比的回赐，同时还能够消除人们的许许多多的罪恶。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善功当中谋得回赐，又能够消除自己的罪恶，那样的话就是他人生的所求了。这也是所有善功的特点。安拉的使者萨拉姆针对拜功也说，一个人如果从家中洗完小净出来礼拜，他们品级罚消除一个错误，直到他到达清净寺，那么就他的高贵是每一样功修都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是仅仅是去参加主命礼拜的过程，他能得到这样的回赐？而如果他是礼拜本身呢？那么所以说斋戒他的高贵之处在这：第一，他有着完成阿拉的主命；第二，他能得到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回赐；第三，他还能消除人们的罪恶。所以斋戒来临的前夕，那么每一位教亲都举一个好的举意，祈求阿拉苏巴哈诺特拉让我们大家在斋月当中获得我们曾经没有获得过的巨大的慈悯，也得到曾经未蒙得的阿拉苏巴哈诺特拉宽宏的饶恕。阿古鲁高里哈的斯特弗鲁拉哈里奥里贡的塞尔穆斯林。